什么嗓子、啊、新年快乐，谢谢灯牌。感觉灯光调不好。没有没有说话，一直没说话，也没喝水。我调灯光调了好久。欢迎大王。双鱼吊着人是什么鬼？什么吊着人？谢谢关注，不太懂。感觉我头好大好大呀！我头为什么这么大呀？欢迎芳华。头大不大呀？感觉我头好大呀。欢迎弯弯。双鱼女感觉她在听。欢迎董一呀。不知道呀。欢迎韩心。感觉不是，不知道是哪个问题，灯光就调不好。我没播呀，不想播。我的样子，这个灯照了我就是。这好差的感觉。都过年吗？都过年吗？谢谢分享，谢谢关注。欢迎芒果干，欢
迎任浩，欢迎小英哥哥，慢慢调整吧。欢迎请再加油。初吻给了假烟，我感觉我还不是很适应，就是换了一个新的背景，不是很适应。这有点不适应。欢迎达人，谢谢文帅哥表白。谢谢灯牌，真爱表白是新礼物吗？谢谢，新的礼物吗？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哥哥们，谢谢问号的啤酒。哦，对，现在12点过了是吧？情人节快乐呀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欢迎文泉，王帅哥没有去过情人节吗？今天情人节才反应过来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谢谢关注。因为我刚刚在想待会儿12点直播会不会有人啊，不知不觉就12点了。欢迎一撇一捺，把夹着好看还是不夹着好看？你不是在陪我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陪我过节，谢谢灯牌，陪我过节，那我应该会很开心吧？有人陪我的话，怎么感觉更好看了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，我感觉有点不适应啊，我换了个背景啊，我非常的不适应啊，感觉头非常大。谢谢点赞，欢迎狼道，而且感觉这个年过得瘦了，过年还过瘦了。谢谢小星星，真的好看吗？感觉自己就是看着很不习惯。谢谢小星星，谢谢。我想怎么回事？谢谢小星星，没有来得及喝水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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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给你们发个福袋吧。放个福袋吧，噔噔噔。欢迎24K 纯啊，来我拿水喝，有点说不出话呀。欢迎大家乐，发个福袋，左上角咱们可以领一下福袋啊，可以领一下。我觉得我头好大呀，欢迎半壶，头老大了，大头娃娃。欢迎有一种，噔噔噔，欢迎铮铮，大家晚上好呀，欢迎值得。噔噔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嘴像猪油啊？谢谢关注，我感觉嘴像猪油。我很高，我不高，我不高呀、啊。
常身高，普通身高。欢迎遗憾，普通身高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噔噔噔噔，自信一点。不是，我真的不高，这跟自信没关系，真的不高。大胡哥，情人节快乐。我的口红怎么有颜色呀？我实话实讲，我是个诚实的女孩子。欢迎万里，噔噔噔。我总不能自己1米5，然后说1米7吧。谢谢老朱的礼物，谢谢亮哥，谢谢灯牌。这嘴有点像猪油。欢迎六六大顺，左上角福袋你们可以参与一下呢。谢谢亮哥的鲜花，情人节快乐。你们怎么过情人节啊？你们咋过呀？谢谢亮哥的鲜花。你们会出去玩吗？情人节的时候。欢迎陶老大，噔噔噔！哎，我这个背景换的怎么样啊？我这个背景怎么样啊？在家里过，跟我一样的家里过，在直播间过行呀？陪着我吧，正愁没人陪我。一个人呢就在家里显得太孤单，不如开个直播吧。欢迎忍者，噔噔噔，谢谢灯牌，噔噔。但是我白天的时候应该不播，白天的时候不播呀，瘦了，脸瘦了是不是？欢迎番茄一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瘦了，就是瘦，好像很久都没有说话了，我感觉。谢谢番茄一号的玫瑰，有点就是声音都有点嘶哑，在家好多天没说话了，在萧山嘛，是的，是的。最近都不想在杭州了，这杭州太无聊了。欢迎六六，我都想搬走了，不想在杭州了，没有以前的背景好看，可是以前的背景太乱了，我觉得这种简单一点会好些，因为太乱了。欢迎仔仔斯托，谢谢灯牌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也好一点，这个显得干净一点。我是哪里人？我是湖南的，湖南人。欢迎小吃团，可能是灯光没有打好吧。以前有一种高级感，没有吧？我觉得我这环境怎么样都很 low， 怎么样都有点 low。都是有点 low low 的，这房间不好看、啊。欢迎偏要吃兔兔，噔噔，谢谢关注。毕竟不是专业的，我自己研究灯光研究了好久，弄了好久的灯光。谢谢关注。人太大了，那怎么？我其实离镜头已经很远了，已经很远了，还是很大呢。可能是背景没有东西、啊，就显得人会放大。欢迎阿泽，谢谢关注。适应一段时间吧，还是没有太适应。欢迎重新出发啊！
如果实在整不好的话，效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找人调吧。我觉得这个背景显得干净一点。欢迎人生啊，有没有种可能是我变丑了呀？我变丑了。欢迎乔乔。我没有贴睫毛，我没有贴睫毛，我这是，因为我这是画了个很淡的妆，很漂亮，衣服洗洗。因为我把，其实我把那个瘦脸关了一点，没有调的那么大的瘦脸，可能他们会觉得不是很好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就确实没有那么好看吧，可能太真实了这种感觉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太真实了。欢迎甜甜圈，因为脸太瘦了，就是太瘦了，我就把那个瘦脸只调了10%吧，所以就显得人很大。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.5米，1.5米。明天陪我过，不是今天吗？对呀，不是今天吗？不是今天吗？体重200斤，就200斤。我还想换个手机直播呢，我想换那个XS Mate 直播，那个手机直播会更好看一点。听说他们主播都是用那个，想换的。欢迎东，哎，我的手机锐化太严重了，体重40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40啊？是，那是小朋友吧？要不要开点美妆呀？感觉这衣服显得很老气，这衣服老老气了。开个妆容呢，可以开点妆容。太瘦了，我都没有说我多少斤。噔噔噔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哈宁爸爸的加团。就是脸都没有肉了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哦。就头发一挡，就会显得脸没有肉。谢谢小朋友，谢谢小朋友的繁花蜜语，谢谢。猜我应该长得还不错，这话说的，这话说的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呀？谢小朋友送的真情萌动，谢谢。只是没有调好，真的没有调好，感觉没有昨天好看。我觉得昨天调的好像好看一点。谢小朋友，谢谢。噔噔噔，欢迎沉默是金啊。真实了，完了，掉粉了。谢谢小朋友永生花啊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我不打算过这个节了，这个节跟我无关。欢迎李亮，这不是我应该过的节，我应该过的是六一儿童节，情人节跟我没关系。欢迎一切都好。噔噔，怎么会？是的，对，新春快乐吧。新春快乐吧。哎，我头怎么这么大呀？我越看自己我越觉得自己头好大，双 Q 了，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啊？
谢谢我朋友的永生花，谢谢。噔噔噔，怎么做呀？这灯太死亡了。谢谢关注，谢谢朋友的弹奏。要不把上面那个灯关掉呢？关奏又有点爆了。关我可以坐远一点，关我可以稍微坐远一点。谢谢小朋友心动玫瑰，发现粉明星我太秃了，没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谢谢小朋友的点亮，就这样播吧，我随便播一下，浅播一下，别纠结我的颜值了，别纠结了，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大网红。茉莉花总比就是不修饰的好。谢谢朋友的点亮，欢迎杨晨，就是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直播。欢迎小哥哥。这个灯就是照的头发不柔和。谢谢我帅哥的关注。直径对，应该是大的吧，好像是的吧，好像是的吧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想待会儿再去换个头。十分钟我就下了，就不十分钟，不是，是灯光不好看，灯光不好看，我自己就是也那么好，那调就乱七八糟的。谢谢小朋友的真爱表白。真的就是蛮秃的吧，真的蛮秃的吧。欢迎文帅哥哥，噔噔噔，我坐远一点吧。其实我不想暴露我的睡裤了，穿的睡裤啊，不想暴露自己的睡裤了。噔噔，我开播前我觉得很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开播之后就不好看了。开播之后感觉自己就不好看了。谢谢小朋友的繁花蜜语，谢谢。想看啊，太丑了，真很丑，感觉还是头发的原因在前面，真的不是很好看。欢迎星期六啊，我啊想换，我又觉得很冷啊。欢迎月关啊，是不是头发的问题？你看放后面好像好些了。欢迎椰子吧，谢小朋友的心动玫瑰啊，困了溜了，是不是给你看睡裤你就不会困了呀？是不是马上就清醒了？谢小朋友的真爱美心动玫瑰，谢谢。是不是要是真的可以啊，看睡裤啊，不会困的话我可以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。欢迎雪莉，欢迎 DAA。 噔噔噔噔，一起睡呢，睡不了一点，我现在不睡，我现在不睡觉，完了怎么办？我要去直发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要直发去了，我去直发了。我昨天还在看那个直发的攻略，我去直发了，我去把我的发就是这一圈全部都直上，这样上就好看了。然后休息一个月不直播，
一个月不直播，好好的休养。欢迎901啊，这衣服太露了，这衣服哪里露啊？一点不露好吧？谢小朋友的真爱记忆，谢谢。这衣服哪里露啊？就是个正常的衣服，方圆同款吧，好像是。欢迎风继续吹。噔噔噔，这灯要这么大、啊？谢谢你的玫瑰、啊，谢小朋友摘玫瑰。把门砸黑一个，因为太丑了。太秃了，是的，发际线粉啊！谢谢小朋友的真爱玫瑰，双 Q 啊，双 Q 啊！因为我比较的，其实我不秃啊，但是你没发现就是它长短不一样，所以必须要。涂一点粉，但是我又不想涂黑的，涂黑的又显得就是格外的不好看，然后我就弄成一个棕色，但还是比较突出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手残党。为什么嘴唇是这个颜色呀、啊？就好丑啊，已经很完美了，没有氛围感啊，主要是没有氛围感，不知道缺点什么。缺点什么呢？到底缺点什么呢？真的，如果把这一块直起来的话，有头发就好看了，对吧？欢迎薛先生。噔噔，缺点啥呢？不知道缺点什么，说不清楚，道不明白。漂亮，谢谢夸奖，点个关注吧，给你们发个福袋。夸我的人今年会发大财，笑死！欢迎康妮，怎么整都不是？这什么歌呀、啊？钵钵鸡是什么？我真的要去多年了，这里都没有肉。我哪个区的？萧山。萧山区的，谢谢关注，就这样播着先吧。噔噔，就笑起来的时候会好一点，不笑的时候不行。欢迎神马浮云、啊。谢谢关注。噔噔噔噔，左上有福袋，我们可以领一下，可以领一下左上福袋，好吧，领一下福袋。萧山比较发达，为什么这么讲？为什么这么讲？是因为萧山很多美女嘛。欢迎可乐汉堡。所有的美女嘛，噔噔噔噔噔，不是、啊，那为什么比较发达？我咋不觉得呀？只要我没有好起来，就不发达，就不算发达。欢迎很闹心，左上角的福袋你们可以参与一下哦。然后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欢迎好运、啊，谢谢小朋友的小心心、啊。噔噔噔噔，谢谢小朋友的星星。噔噔噔噔，
谢小朋友的欣喜啊！我是没开小头吗？等一下，我把小头打开一下吧。是不是没开呀、啊？开了呀，为什么头还这么大？不太知道呀，欢迎降火，不清楚，不太清楚。谢谢关注，我现在镜头是就平视的，之前镜头就是高一点那样子，现在是平视的。谢谢呵呵的关注，谢谢粉丝团灯牌，刚好就是平视的，因为从高到低显得我的脸太瘦了，太消瘦了。果然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就会人就会消瘦哎。欢迎优儿。瘦了不少，怎么了？失恋了？我只能说失恋了，是瘦了很多，感觉是瘦了很多。不上镜我不知道呀、啊，在家真的是啥也不知道。我像一上镜就感觉自己瘦好多啊。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心情就是不愉悦吧。欢迎旋转小王子。有可能是老了，老了。欢迎虫儿，欢迎西眠。哎呀，换我自己的歌单吧，这歌好难听、啊，这歌都不好听。怎么喝酒？为什么要喝酒？嗯，但是就是你喝酒算是一种，算是一种解压的一种方式，而我不一样，我没法解压，没法解压，就是就压抑着自己。你还可以麻痹自己，我只能就是压抑着情绪，然后就憋着，就这样子了。欢迎东东，噔噔。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想出去玩。谢谢杨色的关注，但是又不能出去玩。我是哪里的？我是哪里的？我不知道我是哪里的。不知道是哪里的，等一个哥哥给我带我回家吧，让我有个家，让我有个归宿吧。欢迎 V， 晚上好呀。欢迎布布熊，让我有个家，我就不会不开心了。好，性格漂亮没有？没有，普通人哦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哦。欢迎蜡笔没有心。欢迎吃蛋的脑子。说爱我，天长地久。谢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分享，谢谢关注。真的，我得一直笑着才行。那脸上的线条怎么这么的明显呢？怎么那么明显？好酸 Q 啊！
欢迎手机小用户。要不重新调一下吧，总感觉不太行，刚才播的不是很舒服。欢迎宇哥，真的不是很舒服，我感觉我下了之后我就不想上播了，肯定不想播了。谢谢土豆的加团，谢谢你的关注。怎么办啊，我真的感觉就是脸上没肉啊，就很臭啊，就是线条特别的明显，酸 Q。 欢迎馒头，酸 Q。 谢谢馒头的啤酒。说了也没有人懂，算了吧，不想说了。欢迎360。哎呦，我想坐直一点。欢迎球球。欢迎谢意。好点没啊，还是很明显，灯光打得太明显了。直播的手机，
为什么发量也这么少啊？感觉主播好美，谢谢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一点不美。哒哒哒，谢谢点赞，点关注可以吗？点关注。说漂亮，怎么感觉起来的水晶一样的呀？来安慰我吧。哒哒哒，我觉得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欢迎勇闯天涯。哒哒哒，要把镜头调高一点吗？是天花板，你别这样子，要被骂了。哪里也是天花板？我哪里配呀 ？Thank you， 这个样子。谢谢关注。噔噔噔！欢迎认真的雪，不敢当。不敢当。当当，欢迎主义者。哎，真的很容貌焦虑。就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好看了。欢迎知足常乐。噔噔噔，平凡之人，欢迎叔叔。噔噔噔噔，谢谢关注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选择泰山银河国际航空公司。你们在干嘛呀？都不说话呢。谢谢，哇哦。好好看啊，谢小朋友的无尽浪漫，这个好好看呀，这个好好看呀，谢谢老板，你们情人节快乐，谢谢老板，谢小朋友送我的这么好看的特效，这个叫什么没记住，无尽浪漫，谢谢新的礼物啊，这是。欢迎九哥，早日脱单。我也想早日脱单，早日脱单，早点结婚吧，早点结婚吧，想结婚了。噔噔噔，人家都说结婚是要靠冲动的。结婚是要靠冲动的，欢迎张。噔噔噔噔噔，欢迎刘正。噔噔噔，我也想有一个冲动的人，有一个能让我冲动的人。欢迎一般小帅。遇到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晓得，我已经不知道了，不知道那什么感觉了。欢
N Q E， 遇到了我应该也不在这里吧？遇到了我应该此时此刻在对象家里，然后跟他一起开直播，而不是自己在这开直播。欢迎子安。欢迎小嘎嘎在校园，是不是？欢迎巴卡玛卡，噔噔。宣制重，把它宣制重。现在好像好点了耶，现在好像好点了，感觉直播效果要好些了。欢迎静谧，噔噔，要出去找才能日见的，去哪里找呀？我又不出门，我去哪里找？欢迎五囊，我全靠这个互联网了，全靠这个互联网了。要在这个互联网遇到了，那就遇到了；没遇到那就算了。没遇到的话，那就孤寡一辈子。噔噔，欢迎四五六，大家晚上好。欢迎江首富。噔噔噔噔噔，欢迎子夜。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我该想的呀，不是我该想的。噔噔噔噔，应该是对方想的。欢迎灰灰。这个灯是不是太亮了呀？也刺我的眼睛，有点疼。欢迎微创。去外面找，那么难找，大街上找啊？大街上的人能行吗？那能行吗？欢迎过客。那能行吗？能靠谱吗？噔噔，欢迎波艺。噔噔噔，谢谢关注哦。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这个花花带上的呀？我还有一个红花花啊，给他算了吧，待会搞得像结婚了，算了。我感觉这个衣服还挺配的，真的有点像结婚了，待会。噔噔噔噔，谢谢关注，欢迎高达。去连一下妹妹，看一下妹妹，去看一下她，去看一眼她。这个麦。Hello， Hello， 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听得见。情人节快乐！来跟你说情人节快乐，怎么一上来跟我说情人节快乐？对呀，一上来就跟你说情人节快乐。当当，我感觉我灯光就是打不好。挺好的呀，挺好的呀。怪怪的，赌博没爱情，那是因为还没有遇到，还没遇到。而且我头顶的灯关着，关着。谢谢冰美式的灯牌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花花。
我们玩什么？我看看，我就来看看你，不跟你玩。不跟我玩？为啥？因为玩不起。玩不起，我咱们家也没什么条件，没事儿。你跟他笑呗，那最后我带个特效吧。带特效，咱们输了的话，输了的话给对面大哥就是，拜个年吧。拜个年，今天情人节你要拜年吗？今天不是。表白吧。财神节吗？表白吧。表个白呀。对呀。行 ，OK 啊。表个白好了。好好好好。不是，为什么玩什么呀？跟这家大哥表白。为什么玩啥？跟谁？哎呀，我突然想跟谁表白？跟自己家大哥，自己跟自己家大哥表白还是？那就自己跟自己家大哥表白吧。行。欢迎走半的司机。过程玩吗？玩这个。过程的话。不成的话就是不玩了吧，聊天吧。好好好。我亲妹妹，你不说爱情就没说了。表妹，我表妹。锤子。锤子是锤子。谢谢冰美式的永生花，谢谢你的花花。我怎么感觉都不像我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怎么不像了？一点都不像我了，谢谢小朋友的玩花蜜语，谢谢。我不是很像我，感觉不是很像我。你每次觉得我们两个像不像？对面是我的姐姐，对面是我，是我亲姐了，我不太像之前的我。谢谢小表妹的跟拍。那我真的感觉一点都不像。谢谢寻觅的花花，完全不像。像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完全不像。欢迎小阿林。因为我不是亲姐妹。表姐表妹好吧。欢迎 H 八。你一定是亲的吗？欢迎嘟嘟。没事，这话咱悄悄说，咱们悄悄说。问题重点就是重点问题是谁好看？谁好看？不是，是不是亲姐妹？是谁更好看？谁好看？那问一下，那问一下别人。问一下咱们你家的哥哥肯定说你好看，我家哥哥肯定说我好看呀。他们肯定说你好看。当肯定说你好看。那头发多的，那我头发也好少，怎么办呢？真假的？不尴尬的。当很少。欢迎花海，我家都没有人跟我说话，他们觉得不好看。这不还有我跟你说话吗？没有人说吗？哎呀，你们家这是，你们家怎么还这么打我的呀？说好的没条件呢。谢谢，有爱情了。那咱们家能不能再冲一冲？你每次可不可以帮皮皮再冲一冲？哎，为什么我这么丑啊？哪里丑了？看我自己就很不舒服呢。有了事呀？哪来爱情？创造一个爱情。这不等着你创造吗？哭了，我真的哭了。当，小朋友，哦，结束了。对啊，结束了。我都没有注意到结束了。是小朋友，带有自己的容颜即可，看我自己就是。他们都说我这块发际线腐了，怎么这么明显？有礼物就是漂亮的，有礼物就是漂亮的。没有，
欢迎光天鹏哈，他们肯定在想，他们肯定在想，他会长这样子，为什么会有人喜欢？为什么会有蛋壳？还有啊，哪有啊？嗯，欢迎小泡面，明天是整，明天是换个头吧。哥哥，繁花秘密。明天换个头吧。给我整点整点腰费。换个头哈。谢谢你的投喂啊。整个，那我整个表白的表白、啊，我什么表白的音乐呀？表白的音乐，对呀、啊，对对，后面表白的音乐那不是很多吗？随便你。表白音乐，那我找内心寂寥的歌有吗？喜欢可以给你关注。那我找个那个，你找吧。有谁表白？他给他们家哥哥表白了，要不给你表白？给谁表白？给你们家哥哥表白吧。你想给谁表白？那我先跟我家哥哥表白吧。嗯，好 ，OK。给二哥表白，等下给我整不好意思了。你谁都行。当当当。一个人，爱人格，对，爱人格。好 ，OK。爱人格又犯了。稍微整个，金美雪哥哥，我一直忘了告诉你，遇见你是我的幸运，想要跟你就这么一直天天开心的，天天幸福的走下去。就整我整就两句就给我整害羞了。你害羞什么呀？我从来没跟别人表过白。欢迎番茄一号，从来没有给别人表过白。对啊，从来没跟别人表过白，没诚意。整不好意思了，刚才给我整的耳朵都红掉了。你这没开始你就耳朵红了。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想要跟你有一个漫长的未来，想要跟你手牵手一起去海边散步。想要跟你就是做很多很多事情。表完了吗？接受我的表白吗？接受我的表白吗？他不接受我的表白，拒绝了你啊。他拒绝了我，我伤心了。我的第一次表白就是这样失败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就是下次更熟练的跟他表白，你可能这次太熟了。还有小幸运，没事。他可能想锻炼锻炼。你拒绝我，我也会就是一直喜欢你的。可以，你这他应该没法拒绝了。人又拒绝我。太好了，情人节分手了。对啊，谁在情人节？我在情人节被别人拒绝。哎，早知道让你发个朋友圈了，我发个朋友圈说那个今天表情人节被拒表白是吧？你安慰一下我。你们安慰一下我，结果下面都是哈哈哈。没有人安慰你吗？没有安慰我。我努力上进。我就是那个最惨的宝宝。我安慰你，我来安慰你。
你们不学哈哈哈，你们快点安慰我，我只是一个又小又脆弱的宝宝。当当当当，好吧，你没事，你不能配合我一下？你竟然不答应？你家哥唠吧。谢谢冰冰，是的，羊太臭了。我跟你家哥唠吧。行，那我臭了哦，臭了哦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喝一杯酒。哎呀，我真感觉越看自己越不顺眼，嗯，越看自己越不顺眼。要不下播吧，明天再播吧。欢迎疾风。怎么办呢？昨天也是，播着播着就不想播了。当当，好像我今天还没有播到一个小时。欢迎一涵，谢谢关注。欢迎阿慈。十二点播了一个小时了吗？怎么办呀？我要不要去值个班呀？值班很痛的，真很痛的。而且还会有尴尬期。真的很痛的，怎么办呀？为什么要当美？为什么要当女人？欢迎心有晨曦，心有星辰。噔噔噔噔，怎么办？欢迎 DK。欢迎小天，谢小朋友的心脏玫瑰，谢谢。噔噔，用特效挡住我的丑脸是不是？挡住我的丑脸，试图挡住我的丑脸。谢谢小朋友。哪里丑？就是不完美的，不够好看。女神经耶，真的女神经，一点形象都没有，不有形象的女神经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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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远点还好看一些，做近了就是这个灯光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看，这么完美，我的天，我的天。完美，这还叫完美？酸 Q， 真的不是很好看。噔噔噔噔，谢小宝宝的星星啊！
蟹弯处，我是不是要坐这么远啊？西大爷的弯处。谢谢分享。从高到低，要这样子吗？这样子不好写啊。欢迎奶油包包。正常一点，那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样都很奇怪，算了，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好好直播吧，好好聊天吧，太在意的东西，往往会折磨自己，就在折磨自己现在。欢迎火苗哥，是我欧尼，欢迎幺七。噔噔噔噔，欢迎一缕阳光。马上我生日了耶，生日我也不知道怎么过。欢迎六六，生日也不晓得怎么过。还有十天就生日了，不知道怎么过，不想过了，生日也别过了吧。人家生日的时候都会提前把那个名字标题打上，我现在还没有打，我不想过了，这个生日也不想过了。噔噔噔，你给我订个蛋糕，不要。不想过，不太想过。欢迎小甜甜。真的不打算过了。吃个饭什么的，但感觉好像，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哎，都没有什么意思，也不想过了。我去年的生日也没有过，然后今年又不想过了。欢迎用户挚爱。
长大就越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了。蛋糕必须得有，那我下播去选一个吧。欢迎双鱼有鱼，因为我就是想办一个好看一点的生日，但是那个生日就有点隆重吧，然后自己朋友又不多，就感觉太隆重了。欢迎山峰哥，我一直想过那种生日，就平时那种普通的生日不想过，吃个饭有个蛋糕什么的。欢迎 Z， 谢谢啤酒，谢谢啤酒。欢迎小马哒哒。太隆重了，就是整一个餐厅，然后搞个包厢，然后里面全是花的那种，太隆重了。欢迎余念，但是很好看，但是挺好看，就是有点浪费，因为那个花带不回去。带不回家，那个是布置包厢的，我感觉太浪费了。欢迎多多，要是能带回家的话，我肯定就弄了。欢迎男孩，欢迎过客。我只有20岁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那一年的时候还挺开心的，因为就是布置了生日现场，然后后面的生日都是每次跟朋友吃饭，欢迎用户或者在家里面吃饭。欢迎钱，但是今年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妹可以陪我过生日，就之前的时候我妹就跟我不在一起，她没法就是跟我当面跟我过生日。欢迎前程似锦啊，欢迎风暴，你们男生是不是不过生日的呀？男生是不是不过的呀？噔噔噔噔，欢迎豹子爸爸。咋又是我一个人在聊天了呀？自言自语了。欢迎龙泉，你生日没有人记得，那再怎么说爸爸妈妈会记得自己的生日吧，叔叔不记得吗？欢迎老谭，噔噔噔，嗯，就没有人记得了，那我帮你记吧，我帮你记好了，到时候你生日我会给你送蛋糕。噔噔噔噔，你生日应该就是夏天吧？我知道嘛，我应该知道吧？我得帮你过一次，我才能记住。欢迎水牛叔。最好的记人家生日的方法就是帮他过一次生日，这样你就能记得特别的深刻。欢迎一帆风顺，你可记住我了，那你是要帮我过生日是不是？噔噔，欢迎用户，噔噔噔噔，
噔噔噔，你应该跟我妹的声差不多，得过一次我才能知道，毕竟我记性不好。我感觉我的声音特别好记呢，就是很好记。噔噔，你记性不好，主要是我会提醒你，我会提醒你。很多时候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，我自己还会忘记自己的生日的吗？那你可真行啊，我忘不了自己的生日，我只能忘记别人的生日，自己的生日是忘不掉的，因为我也会就自己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，比较在乎就是仪式感和节日，任何节日都要有仪式感，包括生日。虽然就是不过，但是也得有礼物。还是别指望我了。不一定啊，为什么不指望我？要不你提醒我呗，提醒我就明白了。噔噔噔，欢迎遥知不是雪。噔噔噔，哎，我桌上放了两个威化饼干，我想给它吃了。欢迎红尘果果。噔噔噔，想给它吃了。啊，没有，真没有，那分人的，我记性不好，所以你可以提醒。当当当，欢迎安安。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了，我可以打个备注。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讲过，好像讲过吧，我得去备注一下。欢迎霸道的男人，欢迎用户。欢迎十二。欢迎风随心动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用不用心的人。欢迎男孩。你爸和你妈的生日，我全家人的生日我都记得，我爷爷奶奶，我爸妈，然后弟弟妹妹全部都记得一清二楚，但是还是会忘记，就比如忙工作忙着会忘记。欢迎金磊。就前几天我妈生日，然后都是我妹妹提醒我的，因为我睡觉睡了一天，一觉醒来都晚上了，就忘记了，忙的时候就忘了。我一般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就会忘记。欢迎辣椒，过完了才会想起来，那不会，我家里面的人就是但凡有一个人生日，家里面就会给我打电话提醒我，就提前就跟我说好，然后当天也会来提醒我。说你要打个电话给谁谁哦，他生日哦，问候一下哦。你说你
不过就是男孩子好像都没有女孩子细心吧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爸是一个另类的存在，我爸是一个很细心的男人，所以每次都在提醒我的。欢迎雨枫，噔噔噔噔噔，欢迎过客，欢迎妮雅。只对关注的事情细心吧，就是我爸属于对家里面的事情都很上心的那种，都很上心的那种。噔噔噔，就生日啊这些什么，反正我觉得就基本上都是他来操心。欢迎金岩磊，所以我有点像他，我感觉我有点像他。欢迎望言，就有的时候也会过于的操心，想太多。我在肖像做什么？直播我要在做什么？你看我在做什么？这话问的。太多的理由。欢迎红海，去做直播，那不然做什么？离开我。我把手伸开，你看看手咋了？欢迎约。手咋了？挣钱，那不然呢？那不挣钱干啥？灯光，欢迎洛江。噔噔噔噔噔，欢迎波波。直播能挣钱吗？每天泡面还是吃得起的，每天吃馒头吃泡面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少挣一点呢，就少花点，少吃点，挣得多了那就犒劳自己，出门吃好点。我没有做生意，我做什么生意啊？欢迎大陆，你太看好我了吧。过时候怎么过？小朋友，你说手咋了？你怎么要看看手啊？手咋了？产出没有做？不会啊，不会呢，不会呢。欢迎王先生，生意哪那么好做？人家都说24年就不要，就要谨慎，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谨慎，就包括你换工作的事情都要谨慎。这年头有工作都不错了，还做生意。支付方式还不错，这个倒被你说对点了。我那个啥，我比较乐于就是消费，看我是不是操心。可是我这个看不出来啊，怎么能看出来是不是操心啊？怎么看呀？如何看啊？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伸出了右手，你说看那个手上的那个，手上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来着？好像不可以这样子吧？直播间不能聊这个，这属于八卦。欢迎悠哉。噔噔噔噔噔，
噔噔噔噔，看看不了这个，会迷啊。哒哒哒哒哒，看不清有磨皮、啊，看不太清楚。你想看，我可以下播拍你看。你懂这个吗？你信这个吗？这个真的有可靠之信吗？噔噔噔噔，欢迎一直深情的猪。懂一点，那我下播拍你看吧，你帮我看看。哒哒哒哒哒，我想下播了，我不想播了，很下了。欢迎失去的青春，我想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我下了，下播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播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月的任务也完不成了，我这个月时长也完不成了，我这个月。啥也完不成了，摆烂了，就摆烂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嗯。欢迎凡夫俗子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欢迎古星。我下播了哈，我下了，不播了，我就上来混一下，混个脸熟，看大家有没有把我忘记了，拜拜，行吧，既然都没有人留我，好吧，那我就走了。欢迎深夜晚安君啊，你是一点没忘。你的电话、啊，谢谢灯牌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记得想我就行。欢迎小阿飞呀、啊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下了。嗯，好希望有人留我一下呀。我希望有人留我一下，我感觉我在这个网络上找不到一点存在感，都没有人就是留恋。欢迎随心所欲。下播了可就找不到我了，好像留不住，怎么会留不住啊？你试着留一下，不就留住了吗？没有人想留。欢迎谢谢。你家楼下都不试一下，怎么会知道呢？欢迎妮妮，欢迎好运啊！噔噔噔噔噔，都没有人试一下的。下了，晚安，真的下了。